哎，老姚，你能帮我忙吗？我懒得再站起来了，帮我把那块拿过来。对对对对，谢谢。还是月薪好，谢月薪。辛苦了，阿姨在上面晒着。这个需要帮忙吗？嗯，没事的。我们下来了，你再帮我们。哦，这就是那个成品可以使用的了。哦，嚯！那你们是现在一直在维护这些吗？对对对对，在维护它，就是对，不要倒，每年都要维修一下嘛，每年定期维修，然后三年以后装修一下。所有吗？对对对，这些木头都是已经几十年了。我的天！看你俩年龄不大呀，我们也30了，30多一点，跟我差不多，90后吧，我没有，80后。这干丝的作用就是把它箍紧，干丝箍好了，就是这个我们宰的蟹子就可以拿来把它打紧，哦，让它固定成一个圆形的。来吧，上手吧，兄弟们，从这里围过来，那老姚得走很多步。哎，来了就是干点活吧。那这样拉住，然后放过去。来给他，别急，来，啊，好，对了，现在就拿刚刚你们削的蟹子，这肯定紧，对吧？没有空余的地方。我们做的这个真的就成型了吗？还是说等我们一收工，你们全拆了再来一遍？就这样就可以了啊？那就行，那就行。4年之后再让你回来做一遍，行。我一定会回来的。